我来第一个谢谢啊。过去几届选举，保守党一败涂地，华人候选人全部下马。那个作为华人保守党，有没有什么反思？你想要指名问谁？将来的那个 any person， OK， 有新的 idea inspiration 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OK， 大先生很高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呢？像我住的区是 Markham Union， 65%是华人 ，OK， 那么你可以想到去年为什么会输掉这个我们的强地，在土罗15年那么强盛的时候，都我们把它拿下来了。但是去年这关丢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任那个保守党那个国会议员，那我没办法批评他啊，但是我听到说他没有很确定努力的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去拉票啊，他关得很松，就是因为他因为当选 ，OK。而另外，因为这一阵，那么我们那个家庭的关系有点问题 ，OK。说我们 Markham Union 也来了 不少那个大陆的移民 ，OK， 对这件事情是蛮敏感的 ，OK， 我相信很多华人保守党那个支持者就是因为这个敏感的问题没有出来投票，另外当然也是怎么样讲呢？自由党比较聪明 ，OK， 他选了一个华人政治家出来 ，OK， 而且这个时间特别好，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上，而且很多本来都没有想支持自由党的，就是比如来讲，那个现在的国会议员，我很多客家人本来是跟我的背景一样的，是保守党的背景来的，但是因为他的太太。是客家人 ，OK， 所以我这一方面给他一个机会，看看他有没有本事，那个选上以后为国家做事吧。说种种的原因啊 ，Joseph，OK，、okay? 说是真的出了一点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呢，我们政党真的好像也出了一点问题 ，OK。那你问我的话，那我就会跟你讲说我们。政治家要做的是什么？是改善民生啊，我们那个日常的生活，对不对？水平啊，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啊，能够买房子，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没有必要整天好像是管外面的事情。对，没错，那个外交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没有必要每天扒着美国的大。好像是走美国的方向，这个是不对的。OK， 我们加拿大啊，我也虽然是保守党，我也很支持当年好像自由党的总理啊 ，Bridgen 啊做的啊，从美国叫他出兵伊拉克，他说对不起，我没办法不帮忙你，除非你有政绩啊，不然那我没有道理叫我的加拿大的士兵卖命啊，好像当年秃头的爸爸一样啊。美国不高兴，他说你跟中国跟古巴建交，他说关你什么事？我国家是独立的国家，我跟谁邦交？这个有个立场 ，OK。但是我们保守党呢，就糟糕的是分不清楚，这整天也是抱着那个美国的大腿走，说出了这个问题。今天的自由党政府更糟糕 ，OK。美国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看到吗？上个月那个什么事情吗？是好像是跟着美国开那个海军通过那个台湾海峡的东西。那么跑到那么远干嘛？这个是敏感的事情，我不方便讲。OK， 因为这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党回来。像现在党领就讲的，昨天解禁那个防疫的事情，你看我们的总理说，防疫是不关我们的事，是市政府跟省政府的，联邦管不了那么多 ，OK， 他人家买不到房子，关我们的什么事？说我们的领就出来了，怎么不关我们的事？借钱 ，Canada Mortgage Corporation 不是我们联邦负责的吗？
这个是你如果规定怎么样好，怎么可以借钱的话，就方便嘛。而且联邦好像那个 infrastructure 那个司机那个建设的话，我们给很多钱呢，为什么没有这个条件要压下去？你们省政府、市政府要配合我，我才能够给你这个钱啊。所以这个是今天的党魁讲的是错对的。OK， 说我希望他们那个党魁继续为我们加拿大的人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相信下一次大选，我们保守党一定会回来执政。还有需要补充的吗？教育你要不要说？